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扫把店，先在上面做一只小蜗牛吧，然后呢，我们在底下再做两个豆荚。今天就随便做，这只就是蜗牛，看得有点像是吧？我手艺不是很好啊，大家不要笑我。我们那个豆荚啊，抓了一个了。这只蜗牛长得还挺巴适的啊，对吧？巴适的很。这个做的比较粗一点啊，大家就将就将就啊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因为还有些活要做。想做个样子啊，我们的一个小摆件啊，蜗牛小摆件就好了啊。做的不是特别好看，脑子比较笨，所以想不出什么好看的花样啊。就这样子啊，一只小蜗牛配两个豆荚啊，谢谢。